忙着将黑色包装的饼干放上架，黑色购物节即将来临，全年首次参战，寄出超过百件的黑色素材，黑色品牌商品第二件五折起。穿黑色衣服逛全年，还可以享美式咖啡买一送一的优惠，以黑到底的方式全力抢黑色商机。比如说像饼干啊、黑色面膜啊，或者是黑色的饮料等等，都有折扣的优惠。因为我们现在还有几点活动，加上这个三天的加码促销，应该会比平常日就多个2-3成左右的业绩。就是因为去年好事多首次在台湾引进黑色购物节，吸引大批人潮涌进卖场，商机庞大，吸引国内业者同步抢攻。全国电子也加入黑色大战，这台能清除尘螨的吸尘器售价几乎对半砍，还有买机器人送平板的好康大放送。竞争对手灿坤也不甘示弱，分别寄出买韩系品牌旗舰手机送平板，和 Dyson 吹风机送气泡水机，以及电视买大送小。我们线上有网络上面的抢购，那会主要是以一些秒杀商品为主，像是一些资讯商品，比方说像 Apple 啊，有 iPhone 啊、iPad， 以及我们的黑色购物节，给我们公司整体的业绩可以带来大概10%的一个成长率这样。这一波黑色商机，卖场龙头家乐福也没放过，有多项家电和生活用品享有超杀优惠，和满额加购价最高下杀5折。就连连锁饭店、快时尚品牌，通通加入这场黑色购物战，为耶诞节买气暖身。三立新闻许仲林茂三台北采访报道。